耶、yeah, ！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，恭喜发财，哦，红包拿来，红包是吗？好，红包，好，耶！哇，哥哥，哥哥叫谁的？哥哥是什么？这个是哥哥的，新年快乐，哥哥，啊，妈妈，这是你的，哦，好像有点薄哎，爸爸。好，我们是田木夫妻，我是田木先生，我是田木太太，他是哥哥。今天呢，算是我们的新年企划。对，因为刚才太太说红包怎么那么少，既然嫌我红包少的话，那我就来个加码。爸爸要加码耶，哥哥。对，但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拿到，我们要进行过年的 PK 游戏。我们不能就直接给我吗？没有，这样我太吃亏了啦。赢了你就有红包可以抽。输了也没损失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，你跟果果一对，赢的话，你跟果果就可以抽一个红包。我们今天还有准备福袋，然后由果果去抽，然后要送给大家的福袋哦。没错，那就是大家记得影片要看到最后，然后详细的资讯也可以留意我们的说明栏。那我们就直接进行第一个游戏，掷骰子。简单来讲，太太，你等一下跟果果一人丢一个，只要你们任何一个人的点数比我大，你们就赢了。好，我先丢，一、二、三。哎、欸，这个不算吧？这算吗？算啊，当然算啊。哎、欸，好，妈妈先。哎、欸，哇！五哇！我们还要玩下去吗？你要不要红包直接给我？嘿、欸，五四耶！太太来。啊！ Yeah. 哥哥，妈妈靠你了，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要让队友在上面，哥哥丢，你丢，耶、啊！ Yeah. 最后关键一局，嘿、yeah. ！哥哥，我们随便丢，来，哥哥，我们也是用一朝上，你看一朝上，来，哥哥丢，嗯，妈妈一朝上了，哦。好啦好啦，抽红包抽红包啦！哥哥，我们抽红包，大包小包都有。那哥哥你选一个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了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嗯，居然是空的，空的。哦，我先说，只有一包空的哦，只有一包空的哦。好啦，那我们来到第二个游戏，我们要比赛看谁最慢被锅锅弄到。那我的战略就是呢，一手握三个铁三个。你看爸爸，你看爸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啊！竟然撑了11秒，太强了吧！接下来换我了，我的战略就是现在。哎，哥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你为什么要回头？你快点过去，爸爸拿。你快点过去拿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哥哥，在哪？嘿。哎，你要念出来。四、五、六。七八九耶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哇！姑姑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姑姑那个。现
种年代还有用那边有飞碟这样？姑姑那里有猫咪。姑姑，你看爸爸，你看爸爸，姑姑啊、哦。一、姑姑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冰棒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哥哥，快点去啊！十二。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。耶！四十一秒，爸爸打破金氏世界纪录。爸爸，刚刚你给他四十几秒，那你要给妈妈四十几秒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三，那为什么？四一四二四三。哇！为什么？这太戏剧化了吧？四七四八。好了，不要数了啦。5 6 7 5 8 5 9 10。好啦，姑姑，你去碰一下啦，你让它倒掉。你去碰一下，你让它倒掉，快点。你要做侮辱爸爸就对了。啊，你去摸摸，你去摸一下。要不要去让它倒一下？现在就是可能已经100秒了。太过，太绕圈观摩一下是怎样？姑姑，姑姑，你要摸一下。哇！好啦好啦，提王包提王包啦。姑姑，你帮妈妈拿最大的。这个哦，这个哦，里面有，可是好像又没什么。三千，耶！姑姑，你帮妈妈赚回来了，耶耶耶耶耶！不是说好了？不过我们是正直的人，我不可以收 commission。好，我们下一个游戏就是看谁用最快的速度，然后去逗笑姑姑。好，我先。不不不不不不，这样算吗？不不不不，好，刚刚太太花了十一秒，那我看能不能用更快的时间逗她笑。姑姑，姑姑，爸爸，呜呜，你以前这样会笑的，咕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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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姑姑，姑姑，爸爸这样，姑姑，呜。OK， 再抽红包吧。好，这次我自己来。好，这个1000块。好，那再来这一关呢，就是4颗球，你只要能投进1颗，你就算赢了。好。啊。摸一下姑姑的头，嗯嗯嗯嗯，有厚度吗？哦，是100块，这个是1000块啊，没有，这还是600块。那我们最后一个就很简单，我们就直接 PK 猜拳，我们就不要说我太小气。等一下你赢，你就抽一个，输我就拿掉一个。但我猜拳超弱。对，他每次都猜输我。啊。那看今年他会不会转运？哦不。啊。抽掉一个。不。耶。不耶不耶，今天也收到了好多的红包啦，恭喜恭喜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就是准备开箱我们的福袋啦。姑姑，等一下我们会先让他先抽一个福袋，然后是要送给大家的，到时候就是可以按赞订阅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就会抽出一位，然后就可以得到姑姑的。我们会将中奖的资讯会公告在我们的留言区，还有我们的 IG， 对，我们有开一个新 IG， 大家要赶快去追踪起来，赶快追起来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赶快先来开箱喽，好啊。
好，开箱。噔噔，我们就是买了三种福袋，一个是 Seven 的小北，然后还有一个最难抢的全家，然后我们会挑这三个呢，就是我们自己会很喜欢的。那时候我们这一个 Seven 的福袋啊，我们是1月1号的凌晨12点，然后我就跑了我们这附近的6家 Seven， 然后才找到这一款，然后我跑了半个小时。真的，他半夜出去，我都以为他他怎么不回来了？对，然后我就跑到也都没有回他讯息，然后才吓得毛毛细。换先生去跑这个全家，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你跑这个的秘辛。我跑这个秘辛就是跑了三家，一样大半夜。我们住的地方离全家比较远，然后是后来我们跑到4家，我们就是隔一天要出去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有全家，那我们就去买一下。哎，发现居然有哎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让蝈蝈来挑一个，看他要送哪一个给观众，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那我们就 Go。蝈蝈，前面有三个福袋，你去挑一个要送给大家，你去拿一个，你去拿，拿一个。哇！那我们呢，就是要送这个维尼的袋子给大家喽。那我们来快速看一下，像小北有什么？先开这个小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间店都有啦。红包，熊熊的刷子，蓬蓬洗澡了，哇哇，蛮丰富的。一个洋芋片，扑克牌，奥利多水，我最爱喝。好想吐的零钱包，高科技海绵，好想吐的一些周边啊，湿纸巾，张君雅小妹妹，巧克力的草莓口味，泡面。它这个袋子，它质感真的很不错，真的很好，蛮厚的。好，这个啦，这个就是摸彩券啦。再来开箱马来貘的行李箱。哇，这个真的超大的。这不行啊，这是这样。哇，这好像是可以上去的。哇，好怂。对，浪味仙，这个很好吃。孔雀，可乐果辣的。刚才输。罐头猪，御茶人金萱茶，又是一个零钱包袋子，然后也有摸奖券，摸奖券，没有，这个是我的。老哥哥喜欢这个，啊，你喜欢这个，喜欢这个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记得欢迎追踪我们的 IG， 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没错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他原本很想睡，开完箱之后又活起来了，哥哥。好喜欢那个，如果你喜欢这个，啊。